下面呢，我们来讲一下短促的五代十国，我们也只有短促的时间。这个里边这个唐朝的覆亡呢，我们就不去讲它了，我们就从这个五代开始讲起。五代十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分裂割据时期。那么这个大规模的分裂割据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在这个唐代后期藩镇割据的这个基础之上，应该说呢，这个时期的这个分裂是一个上上下下、层层叠叠的、非常彻底的一个分裂的局面，然后非常彻底的分裂的局面。当时呢，中原地区是前后相继的五个王朝，这个就是五代前后相继的五个王朝，而在它的周边。先后不是说同时，先后存在过十个小国，那存在过十个小国。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通常说到的这个五代十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五代的简表，这是一个大致的表格了。前面一栏呢是政权，然后谁创建的，哪个年代，它的都城在哪里？我们可以看到五代的都城基本上都是在开封，都是在开封，除了后唐。这个五代里边呢，这个五个政权在当时呢是一共是多长时间呢？公元907年开始。北宋是什么时候建立？公元960年，对吧？公元960年。那么五代总共是多长时间呢？53年的时间。这53年里，五个朝代，八个姓氏。这个欧阳修也特别说到这个问题，本来一个朝代应该是一个姓氏，但是当时呢，因为有很多都是准血亲关系，就是一些养子、一些义子，对吧？他不是真正是皇帝的儿子，而是在战场上呢，比如说救过皇帝的命，或者皇帝把他提拔起来了，当时这个皇帝可能还不是皇帝，是个节度使，那把他提拔起来，他变成他的这个精锐部队里边这个节度使的一个养子、一个义子。那么后来呢，这个人做了皇帝，所以呢，在这里边呢是有一些准血缘关系，因此呢，当时是八个姓氏，有说是八姓十三军，其实呢，这个加上耶律德光，他也是在洛阳这个地方即位的，那么应该说呢，前后一共是14个皇帝，53年，五个朝代，八个姓氏，14个皇帝，大家可以算算平均每个皇帝是多长时间。所以当时的这个政权的更迭就像走马灯一样，非常的频繁。而在这个五个朝代里边呢，中间的这三个，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都是出自沙陀的，沙陀呢，本来他也是一个西突厥的一个所谓的别种，其实就是一个部分吧，一个支脉。沙陀本身他就是一个民族共同体，他不是一个单一民族。当然我们说到沙陀族，我们会感觉他是一个民族，实际上他不是一个单一民族。那么沙陀里边呢，其实包容了很多不同的民族，包括我们前面说到的突厥呀，我们曾经讲过的粟特呀等等，都在他这个回鹘啊，都在他这个民族共同体里边。而这个沙陀的力量呢，其实他们本来这个沙陀呢，他们本来在这个唐王朝镇压庞勋起义的时候，我们原来说到过庞勋起义，他们曾经到内地来帮助这个唐王朝，所以那个时候呢，唐王朝就给他们赐姓李。因此呢，沙陀后来我们可以看到李存勖，然后他前面他父亲李克用，这个都是姓李的，并不是他原来姓李，他是因为唐王朝给他的赐姓。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他建立的这个王朝叫什么？其实他自己不管自己叫后唐，对不对？他们也还是叫大唐，他觉得他就是唐代的一个继承人，所谓的后梁后唐，这都是后来的人回过头去给他们加上的这样的这个称呼。那么沙陀呢，他们其实是在这个
汉地的边缘地带，那在汉地的边缘地带，那么这个时期呢，他们汉化的程度相对的来说也比较高，所以这个时期虽然沙陀这三个都是沙陀的王朝，但是呢，并没有引起什么民族歧视啊、民族纠纷呐、民族矛盾呢，并没有这样的问题啊，并没有这样的问题。那么这个是我们说到的这个五代时期啊，这五个王朝，我们从时间上就能看出来，他们基本上是前后相继的，是前后相继的。这个五个王朝里边呢，实际在这五个王朝里，后唐已经开始有这种统一的努力，统一的努力。当时呢，他已经把北方的这个区域基本上呢统一起来了。但是呢，在后唐过渡的时候，就是后唐的这个过渡期间啊，实际上就有了这样的这个内部的这个纠纷，就是皇帝的养子和皇帝的这个驸马就是女婿了。那么这个之间呢，谁来继承这个皇位，双方呢其实都不容，相互不容。那在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割给契丹的问题。那么石敬瑭呢，他是唐明宗的女婿，他是唐明宗的女婿。那么唐明宗呢，当时其实他还有养子，所以这个之间呢，其实就构成为争夺这个皇位的力量，而且彼此呢都是身经百战的这个将领，谁也都不肯示弱。那么石敬瑭呢，他为了得到契丹的支持，契丹因为当时在东北方，北方是力量很大的，他是力量很强的，所以呢，石敬瑭呢就跟他们签了一个，等于是签了一个约吧。把当时的这个幽州管内的和其他的这个华北地区雁门关以北的16个州都割给了契丹。那么包括当时呢他自称儿皇帝，包括呢他每年向契丹呢输帛，就是给他们绢帛30万绢帛，以这样的条件换取契丹对他做皇帝的支持。那么这样呢就建立了后晋，那么这个所谓的幽云十六州和我们平常会说燕云十六州，我们也可能说幽冀十六州，其实呢指的都是这个十六州，那么这个燕云十六州的割让出去，就使得这个华北平原的北部和游牧民族之间区隔的这个边界，特别是这个天险，山脉就不复构成为一个天险了，这个内地的这个边缘呢就大大的内缩了，那么这样呢，这个五代他们的这个疆域和这个契丹之间的疆域就变成一个一马平川下的一个分隔了，那么跟过去呢就不一样了。所以到了宋代的时候也有这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北边无险可守，北边没有可守的地方。那么这个局面其实就是石敬瑭的时候这个奠定的。那么这个时期呢，五代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这个包括这些节度使，我们这个两个框框里边左边的这个呢等于是当时的武将，这个承德节度，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他其实是这个河北三镇之一了，承德节度这个安仲荣，安仲荣是什么人？这些姓安的其实他们都是那个时候沙陀的部将，他们呢实际上沙陀里边的索哥部，这个里边有大量的都是粟特人，那么像他们呢当时根本不相信这个天子命定这样的一种说法，他呢当时就说今世天子兵强马壮则为之耳，那谁的兵强马壮谁就可以出来做天子，那谁就能做天子。这个时期的文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呢是冯道，讲的是冯道。冯道这个人呢是号称是四朝元老，那这个谁来的时候他都作为一个前朝的一个重要官员，而且是一个稳定的象征，被后代的皇帝呢所继续重用。那冯道他自己呢其实在那个时候生民之命急于倒悬，那在这样的一种纷乱的局面中，
自己呢自称为长乐老啊，不管谁来了他还都是宰相啊，他还都是一个当时的这个国家政权稳定的这样的一个象征。那么像冯道这样的人呢，其实五代的时候是受到很高的这个评价，而且是受到尊崇的。当时呢人家曾经说他的这个寿命是吧，这个是和孔子一样高的，那都是高寿的人，所以能够拿他和孔子相比。这个是一直到了北宋的时候，那北宋前中期到了仁宗朝的时候，才有很多当时的这个士大夫重新评价这一个时期的历史，因此呢才会有后来欧阳修重新修新五代史，那才修了新五代史。那么这个那个时候的宋代的人呢，在宋代人的笔下就不再把冯道奉为一个很高的一个仪表观瞻的这样的人物。像他们一些笔记里边会说，这个冯道呢他找人在他的这个家馆里边呢讲这个道德经。我们都知道这个道德经呢开始的时候是道可道非常道，对吧？那么这个家馆里边的这个老师呢，那来讲的时候，那当然不能犯这个冯道的讳呀，所以呢说到这个道字的时候他就说不敢说。那么现在呢讲起来呢就说哎，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所以这个到了宋人那里就已经对冯道呢有很多的批评了，是吧？对他有很多的批评。但是在五代的时候，当时的情况呢是弑君如庸者焉，就好像你在谁那儿打工换了一个老板一样，然后老板走了，只要新来的这个老板还用你，就还在那儿接着干，然后不觉得这个有什么道德上的问题。所以呢就是这个儒家长期以来形成的这样的一种政治秩序，这样的一种传统的道德观，在这个时候呢受到了非常强烈的冲击。这个是十国，十国呢九个国家都是在南方的，只有北汉是在北方，是在山西，所以呢我们把北汉呢特别标出来。另外呢就是要知道十国并不是同时并存的，比方前蜀后蜀它不是同时并存，后蜀是取代了前蜀的，对吧？这个南唐和这个吴越啊之间，南唐和吴之间也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它不是同时并存的十国。总的来讲，十国的这个统治者，特别是南方的这个九国的统治者，因为他们控制的地方比较小，他们原来也就是一个东南的一个节度而已，后来呢在中原这种纷乱的状态下他们也自立了，他们也独立成为一个割据的小国。但相对来说呢，因为他们的面积比较小，所以呢他们比较注重保境安民，不是总去征战，而是希望呢部内能够比较平定啊，能够比较平定。所以呢我们将来会讲到经济重心的南移，会讲到南方相对于北方它的这种发展的这种在这个时期呢出了一个这个就是一个扭转吧。那么和这种情形其实呢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就是这种休养生息的政策。在南方的九个小国里边，吴越南唐是比较强的，吴越南唐是比较强的。但是南唐呢我们知道后来也是被这个宋太祖的时候被北宋那个灭亡了，是吧？被北宋灭亡了。而且这个南唐像这个李璟啊，像李煜啊，这些都是很最后呢是被以这个著名的词人这样的这个身份呢在中国历史上呢经常被人提及，啊，经常被人提及。这个其实就像这个赵毅所说的，就是所谓的国家不幸施家幸，是吧？这个很多这个李煜的很好的词作其实都是在他的这个小国家灭亡了之后，他呢这个词作里边呢有一种很慷慨沉郁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吧。而且呢他把这个词过去呢是那些卿卿我我的这样的一些内容扩大到了一些故国之思啊，这样的一些使得这个词的这个局面呢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很明显的展开。这个五代呢我们回过来讲，就是五代和十国这个时期其实呢是一个走向统一的时期。那么五代时期呢当时的帝王其实也都看到了所谓的五代为国兴亡以兵，不管是兴还是亡都是靠军队，都是靠军队。
所以呢，这个时期的兵制的整顿呢是很大的问题。这个在我们讲到唐代的时候，实际上呢，我们说到这个藩镇割据，我们也应该知道，比方说中央为什么拿这个河北三镇没办法呢？很大的程度上呢，也是因为河北三镇的这些兵呢是比较精悍的，是比较精悍的。那么国家呢也有一点这个鞭长莫及，也很难彻底解决这个地方的问题。到了这个时期，五代，我们可以看到中央所掌握的军队，它的力量和藩镇所掌握的军队的力量，这个力量对比有了根本性的转变。这个转变来自哪儿呢？这个时期的国家，其实是藩镇摇身一变变来的。而哪一个藩镇能有这种实力，摇身一变变成一个国家，他的这个藩镇的节度就能成为一个皇帝。这个是取决于当时在若干次的这种拼杀鏖战里边拼出来的。所以呢，他一旦做了皇帝之后，原来他的那个节度的那个精兵也就变成了这个皇帝的禁军。所以这些禁军都是真正从战争里边打出来的，因此呢，在这个局面底下，当时的国家所控制的禁军相对于地方上的藩镇，他们其实就有了一种强势，那么聂崇琪先生在《宋史丛考》里边就说到这样的问题，他就说五代的时候政治上的大的问题是有两个，府心之患是禁军，而肢体之患是藩镇。藩镇不听命于皇帝，这当然还是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是一种肢体之患，真正会威胁到皇帝的是皇帝的那个禁军，禁军的统帅是不是效忠，那么这是最大的问题。像这个五代的时候，皇帝身边的人取而，就是取皇帝而代之，实际上我们看到禁军统帅后周的第一个皇帝郭威，他是禁军统帅，也是枢密使，然后取代了，就是禁军这个后周呢是两个皇帝了，后面是柴荣，柴荣去世了之后啊，柴荣生前任命的禁军的统帅殿前都点检是赵匡胤，那么赵匡胤呢也是以禁军统帅的身份取代了当时的那个小皇帝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禁军统帅的问题在这个时期变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为什么宋代建立了以后会有杯酒释兵权，是吧，也是要解决禁军统帅的问题。所以呢，整顿禁军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一方面要严肃军纪，另一方面呢要调整设置。所谓的调整设置，过去呢禁军是一个这个司，那么后来呢逐渐变成了两个司，到宋代的时候变成了三个司，然后变成了三个部门，其实后周的时候就已经是三个司了，宋代呢把它固定下来，这个变成三个司，三个司各有统帅，那实际上呢就是要防止这个统帅这个军队的权力，禁军的权力掌握在一个人的手里，那么对于藩镇呢也有一些削弱的措施，那后周的改革的趋势已经非常的明显了，而且当时呢就已经是走向统一。后周刚才我们说他有两个皇帝，其实还有一个恭帝，一个小皇帝是世宗的一个儿子了。那么实际上他的这个改革包括这个统一的这些步骤都是在太祖在这个后周的太祖和这个后周的世宗这个时候完成的。包括这个世宗那个时候呢，为了发展生产，为了减少这些游手，所谓游手就是到处游荡不干活的人啊，这个为了鼓励农耕，所以当时呢也有这个打击佛教的这样的一些行为，是吧，把这个一些佛教的寺院，凡是在国家那儿没有登记的这些寺院呢很多都废除了，而且呢让这些僧尼呢都还俗回到国家的户籍上去。这样呢我们可以看到周世宗他和前代的北魏的太武帝、北周的武帝、唐代的武宗一起被称之为三武一宗。什么叫三武一宗呢？这几个皇帝，这四个皇帝在位期间都引起过佛教的法难，
就是都有过废毁佛寺，这个让这个强迫僧尼还俗这样的一些这个举措。这个后周的改革呢，当然也还包括比方说澄清吏治，包括这个禁止这个地方上的军将来干政。那从这个太祖纪里边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当时对于这个地方秩序啊，对于抓这个地方秩序、恢复地方秩序所采取的一些措施。这张图其实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是韩熙载夜宴图，对吧？为什么把这个图放在这儿呢？我们是要说到这个在当时后周和南唐并列的时期，在那个时候并列的时候呢，那当然实际上中国的南北的分界不是长江，是什么？淮河，对，是淮河。那么后周呢是在北方，对吧？这个南唐呢是在南方，当然南唐的主要的地方它还是在长江以南了。当时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李谷传里边的这一段话，当时李谷和韩熙载是很好的朋友，但是那个时候比较这个有知识有眼界的这些人实际上都看到南北呢早晚是要走向统一的，而离这个统一呢也不远了。那么真正有力量统一的其实也有限，就是真正能在这个统一里边能够脱颖而出的国家也是有数的。北方呢，当然当时已经是后周了，南方呢其实南唐是一个可能性，那南唐是一个可能性。所以呢那个时候呢，这个韩熙载呢当时觉得他在后周这个地方呢没有得到谁的这个重用，所以呢他决定南渡。他就跟李谷说，如果江东，他指的就是南唐，他们要是让我当宰相，我呢就要长驱以定中原，那早晚有一天我是要统一中原的。这个李谷呢就跟他笑着说，假如中原向我，中原要是让我当宰相，我下江南就像探囊中物，就像这个囊里边抓一个东西那么容易。那么后来呢，当然大家都知道，实际上呢也不是这个后周的时期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呢是宋代的时候，这个问题呢终于是以北宋统一而告结束，而告结束。所以就是在这一个时期，实际上呢大家心里边都已经看到了这个趋势，看到了这个趋势。实际上当时南唐的统治者心里边也是一直惴惴不安的，那是惴惴不安的。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后周的一个疆域图，后周的疆域图。后周呢实际上它在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后晋，它隔了燕云十六州给契丹。那么后周的周世宗呢曾经组织了北伐，周世宗曾经组织了北伐，而且呢周世宗自己，我们说他英年早逝，实际上他就是在北伐的途中生了病，然后在北伐的途中生了病。那么在这个北伐的这个过程里边呢，其实他起初的时候还是相当顺利的，所以呢他从原来隔给契丹的十六州里边收回来了所谓的关南实现地，就是打下来了一些地方，打下来了一些地方。如果不是他临时生病，也许呢还会有更多的进展，但是在当时呢就是收复了一些地方。那么后来契丹和宋的交涉，就是到契丹和宋的交涉，很长时间契丹都是要求归还他这个关南实现地，要求归还关南实现地。所以呢我们知道了这个背景，将来呢在看到宋代的一些材料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这些材料的前提。而这个周世宗呢，他这个人实际上五代的时候，所有的皇帝因为他们的这个政权更迭非常快，所以所有的皇帝都非常警惕着自己的政权被别人得到。而这个后周他的第一个统治者，我们说郭威，他本身呢就是一个禁军统帅，所以呢在周世宗北伐的时候非常警惕这个禁军统帅。当时的禁军统帅是什么人呢？就是殿前都点检是张永德，张永德是他的妹夫。那么在这个北伐的过程里边呢，有人就挖出来了一个木片，一个竹简吧。那个竹简上边呢就只写着三个字，这个
张永德呢，他是殿前都点检，这个上边呢只写着点检做，点检做，做什么没说。那这样呢，就引起了这个世宗极大的怀疑，于是呢，把张永德从殿前都点检的位子上撤下来，换上了赵匡胤。